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FS Friend 的快乐交易快乐技术。今天讲的是交易的最大风险和处理的方法，怎么样去面对它，怎么去解决它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要讲交易的风险，首先这些是基本的概念了。一般我会告诉大家一种思维的逻辑方式哈，这样子你就可以自己想到解决自己问题的方法了。交易之中有些东西是不确定的，有些是相对确定的，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那个不确定性全部都估量在里面，然后去做确定性的话，那么这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那么什么是不确定的呢？每一个交易的结果，每一次交易，我们每一次入场之后哈，我们是不知道它到底是赚钱还是亏钱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是不确定的，每一次，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入场之后说，我觉得这一个一定是往这个方向，所以就不放止损或者改止损啊，这一个是不确定的地方。那什么是相对确定呢？如果你一套系统，交易系统用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你通过数据总结出来，那么你大概可以看出它有个百分比啊，60%也好，70%也好，这一个百分比呢，它的概率哈。交易长久的概率，长久之后的概率啊，足够大的数量之后，它的概率可以是相对决定的，当然是也是可以一会上一会下啊。那还有什么是不可以确定呢？我们的交易的情绪，交易情绪会不会改变？会不会变？这个是不确定的啊！你先想想，为什么交易相对来说，你知道它变了之后，它变成什么样？变成什么样呢？那又是可以确定的。变成什么样？它又是相对确定的。这个很好玩啊！跟大家讲个例子啊，就是说我今天交易，我可以是说，我交易情绪都很稳定，我亏了我就不做了啊，我赚了我也不会过度欣喜。我也不会因为赚了钱之后啊就害怕下次亏钱，这一种就是他情绪会不会变化啊？这个是不变，那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做完这个交易之后我突然就发神经了，就要过度交易了，或者我突然觉得我自己是神了，我就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了，那我就不能够接受亏损了。所以呢，情绪变化会不会变化是不确定的。那么如果情绪变化呢，它变化成什么样呢？它又是确定的。怎么样呢？刚才已经讲过了，就是说如果我亏钱的话，我可能就变成失控。失控的方式就是那几种啊，失控之后就是什么过度交易啊，报复性交易啊，它发生变化又是确定的。那如果是你赚了很多钱之后情绪不变化，你就继续做，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可是如果它变化的话，它变成什么样啊？那就变成过度自信，以为自己是神了，不可以接受自己的下一个亏损。它只要有变化又是可以确定的。那么在确定跟不确定之中，我们知道哈，虽然我们知道每一次交易结果是不变化的，但是如果我们情绪不发生变化的话，我们是有60%、70%、50%、40%的概率会赚钱的，我们赚钱的比例是会大过亏钱的比例的。所以大家讲完这一个很简单，我们就知道最大的风险在什么地方啊？那最大的风险当然就是情绪嘛，因为这两个不确定跟确定的东西都很明显的可以让我们赚钱，如果我们的情绪是稳定的话。那可是情绪变化，我们又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样，只是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变化。好了，这一点应该大家没有疑义哈。那情绪变化是可以确定的话是交易之中最大的风险啊，这里是交易之中最大的风险。好，那么有了这个最大的风险，我们知道了之后，那么我们就要去重点去解决它了。那么解决它有很多种方法，我讲一下一些大概会是用什么样的方法。
来解决啊。那我做的那个交易做了两级之后，很多朋友就是说啊，你的交易量太大了，所以呢你要减低那个交易的手数哈。交易减低交易的手数的确减少手数哈，减少手数或者是清仓，的确可以让那一个交易的风险降低哈，就是可以只让那一个交易的风险降低，那一个交易的风险降低。可是由于我们说情绪会不会变是不确定的，那么如果你情绪变的话会造成什么情况呢？所有清仓的人，清仓的人都会怎么样？你会加仓嘛，因为你有 leverage 嘛，啊，你还有杠杆嘛，还可以用嘛，你就是哎亏钱了，你在这边入场的，你在这边再入一次，再入一次，到最后就变成很重的仓，然后你又不设止损的话，那么一次亏损下来，这一种清仓亏损下来，比重仓远远要大很多，因为你要爆仓的话，你要跑更多。然后由于你清仓的话，你的那个 leverage margin call 哈，你剩下的钱就越少。那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，我去怎么样解决这一个问题呢？我解决的方法很简单，这里面存在着几个你可能加仓。你看我们把这个有点冷，我们说如果你是清仓的话，那么你存在着什么问题？清仓，当我们做所有任何有风险的事情啊，就要把风险最大化，就要把自己想成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啊，不要说哎我很好我不会发生，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没办法避免。清仓的话有什么？可以加仓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加仓，你可以不用止损，止损啊，这个是你可以改止损或者不用止损，或者是扩大止损，哎，你可以加仓，你可以加完再加，加完再加，那么至少你这边是两个风险。如果我重仓的话，比方说我现在做的重仓，重到就是我的 leverage 我的那个杠杆全部用完了，我只能开到这么大，那么我的唯一风险我就没有加仓风险，因为我加不进去了，我就加不进去了。从这一个交易的情况下，我只有止损，我要么撤换止损，要么改止损这个风险。所有东西如果大家想找到解决的方法，尽量把不确定的因素减到最低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用重仓的方法，这就是我为什么用全部就死了这条心了，只剩下一条。哎，我那么我就是只要如果可以控制到不改止损的话，我的风险相对就比任何人都要低了。而且这个爆仓的话呢，哎，你剩下的成本还是很高啊，因为你看到 Oanda 你两天 below 那个 margin 啊，就是低过你的那个保证金啊，到一定数字，不是低得很低啊，它会自动把你割平仓，你即便你再换止损，市场也要让你出来。那么你出来的时候，你还虽然你是亏的还也蛮大的，可是你剩下的那一部分呢，剩余部分呢，绝对比这个清仓要大得多。好了，今天呢就不讲这么多了，就简简单单的就是讲那么多，因为有点冷了，太晚了哈。就是说，我们自然要解决方法就是尽量把风险不确定的因素减到最少，减得越少越好，减到你是说强迫你不去执行的才好。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把自己的思维方法改变一下，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，更完美的人，更能够面对这些情绪风险的人。交易都是在情绪风险，什么东西都可以物理阻止，只有情绪风险不可以阻止。今天简简单单的就跟大家讲这些，那么明天的话不知道大家还想不想听这个交易策略，如果想的话留一下言，那不然的话我暂时还是讲别的交易策略啊技术啊这些
也是有很多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的。那么我是快乐交易的创办人 Frank， 谢谢大家，下次见。